诸位同学，大家好，请跟住睇《积善之方》最后嘅一段：随缘济众，其类之凡，若然其纲，大约有十。呢度了凡先生教导我哋喺日常生活里边，要识得随缘，尽力咁去行善。边啲系善事呢？佢举咗十个例子。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全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呢十条我哋读咗之后，仔细谂下，确实有必要。而呢十条喺现前嘅社会可以话系严重缺乏，所以社会嘅动乱不安啊，人心惶惶，确实系有道理嘅。呢十条帮助我哋系好大嘅。呢个廖凡先生喺后边咧，就逐条逐条为我哋说明。首先讲与人为善，何谓与人为善呢？咁就举古代嘅一个例子，释信在雷泽，见愚者皆取心谈口泽，而老弱则如于急流浅滩之中，恻然哀之，往而如焉。咁就讲舜王，大舜喺年轻嗰阵，雷泽系一个湖嘅名，喺山东。喺湖边呢，当然啦，有好多打鱼嘅人，渔者就系打鱼嘅人。呢啲人年轻力壮，都揀咗好嘅地方去捉鱼，但係老弱就冇辦法同佢哋爭啦，唯有去到急流淺灘呢啲唔好嘅地方，係好難有漁獲嘅。舜見到之後，生咗怜悯之心，咁样系年轻人欺负老弱，对唔住老年人，咁点算呢？佢都去捕鱼，佢亦去啊，以身作则啊，做个榜样俾人睇，见争者皆溺其过而不谈，见有让者则如让而取法之。佢呢个方法好啊，见到有人喺度捕鱼嗰阵呢，互相争执啊，相争不让，佢一句说话都唔讲啊，唔讲佢哋嘅过失。偶然见到有互相谦让嘅呢，佢就大加赞扬。其年过咗一年啦，
皆以心淡口杂相让矣。啊，过了一年之后，由于信的感化，大家彼此之间都懂得互相相让，夫而信之明哲，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乃不以言教而身转之，此良功苦心也。啊，信确实有大智慧。啊，他为什么不用言教来开导大众，而以身体力行为大家做一个榜样呢？咁其中嘅道理，我哋就要谂下啦。言教不如身教啊！你教人哋做，你自己做唔到，冇人信嘅。尤其系喺今日嘅社会，啊，一般大众贪嗔痴慢嘅习气，同古人相比染污啊，唔知要多十倍、百倍以上都唔止。喺嗰阵时，我哋可以讲民风仲相当之淳朴嘅。嗱，信呢种方法，一年就有效果了。我们今日如果效法大圣的精神，如果采取大圣的方法以身作则，一年是收不到效果的。啊，至少要十年，如果十年收到效果，那就非常之幸运了。十年收唔到效果，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持之以恒，一定可以感化众生。啊，咁就系以信嘅悲心，以信嘅善巧方便。作一个例子，下面讲吾辈处末世，末世是佛法里面讲的末法时期。啊，释迦牟尼佛他的法运，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是一万二千年。第一个一千年叫做正法时期，第二个一千年叫做象法时期。象法相似已经变质了。啊，以后一万年都称为末法时期。现在呢，末法已经过了一千年。了凡先生是明朝人，明朝已经是在末法时期了。这阵时人心慢慢慢慢地就薄了，没有以前那么顺口，那就是特别提出来，我们这一辈现在住在末世，物以己之长而盖人，物以己之善而盈人，物以己之多能而困人。啊，咁就系了凡先生劝导我哋喺末世，千祈唔好以自己嘅长处去盖过人哋。
啊，人哋有不善嘅事，做不善事嘅人喺而家嘅社会好多好多嘅。我哋自己虽然行善，绝对唔可以用善嚟同佢哋做比较、做较量，唔好咁做。人哋嘅能力唔及我，唔可以将自己嘅能力去为难人哋。嗱，我哋呢个道场有一位悟谦法师，嗱，呢个人能力好强。以前韩馆长在世嗰阵，经常同我讲嘅。五千一个人可以做五个人的事，但是就很难同人相处，同什么人都很难相处。我也帮他找了几个地方都住不耐的，很难同人相处。最后我就送了他去图文巴山上面，等他去照顾下嗰笪地方，我连佢个名字都改埋，馆长帮佢起咗个名字，五千大千世界嘅千，嗰、那个千嘅形状好似一把宝剑咁，啊，处处都刺伤人嘅，所以我谂呢个名唔好啊，我就同佢改成为谦虚嘅谦，等佢学下谦虚。学下隐扬，他在山上面住了年几了，不错，确实日日反省，最后他明白了，他知道为什么跟人相处得不好，就是他做事的速度太过快，认真负责，见到人家就不惯的，那就是以自己的多能而困人，所以人哋都唔中意佢。而家一回头呢，大家都欢喜佢啦，都赞叹佢，都肯同佢相处。人贵自知啊，一定要知道自己嘅毛病系乜嘢，将自己嘅毛病改咗佢就好啦。咁先真正系一个善人。修敛才智，若无若虚，见人过失，且咸容而掩覆之，一则令其可改，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咁就教我哋平时处事待人接物嘅态度，自己有才智一定要收敛，要会收敛啊！有才要常作无才之想，咁系真噶。我哋就算有才智，比起古圣先贤，我哋仲差好远。根本就配不上这些小才智，算得是什么？现代人稍微有一些能力就感觉到值得骄傲，那是错的。如果一直得骄傲，自己的德行就全部都毁了，这个是很大的过失，一定要收敛，要虚怀若谷，见到人哋有过失，一定要包容，要掩盖。所谓系隐恶扬善啊！古人嘅教训系真理啊！我哋咁样对人，一则令其可改，等佢慢慢觉悟，
啊，慢慢咁回头，等佢有机会改过。一则等佢知道有所顾忌，佢作恶，人哋唔系唔知啊，人哋知道唔讲佢，包容佢，容易等佢生惭愧心啊，唔敢放纵。咁样系我哋处世对人良好嘅态度。见人有微长可取，小善可录，翻言舍己而从之。啊，呢个系随缘度众嘅秘诀。人哋有好少好少嘅长处。有好少的善行，我们见到可以舍去自己的立场，全心全力去帮他，我的善行还大过他，还做得好过他，我暂时放下，随顺他，等佢生欢喜心，啊，帮助佢，成就佢，咁先至系真正嘅与人为善啊！且为严清而广述之，啊，严清系美清赞叹。等佢嘅善能够日增，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唯物立则。乜嘢叫做唯物立则啊？我哋如果讲人，人嘅范围有限。啊，物呢？物可以包括人。我哋今日讲动物，动物可以包括人，但系讲人就唔包括动物。所以物嘅意思比人嘅意思广泛得好多嘅，唔只系为一切人做一个模范啊，则咧就系模范啦，就系榜样啊。做一个好榜样，要为一切众生做好榜样。啊，一切众生范围就包括得更加广了，此大人天下为公之道也。我们今日要改过，讲修善，讲积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由拓开心量做起，起心动念，不要为自己，啊，为天下，为世界，为社会，为众生，绝对没有自己的念头，这个人就称之为大人。这个是真正的天下为公。第二段讲何为爱敬全心，这一条非常之重要啊！我们现前的社会，老实说就是缺乏爱心啊！现代人什么叫做爱心几乎都唔记得晒，咁仲得了嘅？啊，佛法入边讲慈悲为本，方便为满。慈悲就系爱心。啊，今年系2001年，
過年嗰陣，我哋喺新加坡，按照以前嘅例啊，我哋舉辦千禧年嘅温馨晚會。我就諗啦，今年嘅晚會，我送乜嘢禮物俾大家呢？想到今日社会普遍冇爱心，我就写咗一个爱字，复印咗20000张，向全世界送爱心。原作嘅嗰一张呢，是送给新加坡的总理吴国栋先生的，普遍地向全世界送爱心。有同修将这个字赠送去很多地方，我听了很欢喜。我自己知道送了给三位总统，新加坡的纳丹总统、印度尼西亚的雅西德总统送了去了，美国的小布殊总统也送了一张给他，处处送爱心，提醒大家爱心重要，唯有真诚地爱护他人，爱护一切众生，我们这个世界先可以安定，先可以和平，人民先可以过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看下面的文字，君子与小人就形迹观常义相混。这个世间什么叫做君子，什么叫做小人呢？如果就形相来看，好难睇得出嘅。唯一点全心处，则善恶圆绝，判然如黑白之相反。如果由全心嚟讲呢，君子和小人就完全不同了，形相就很难辨别，全心处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好像黑同白那样，绝对不会混淆的。故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全心也。全心不同啊！君子所存之心，只是爱人敬人之心。这让我们要知道大圣大贤、诸佛菩萨，跟我们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啊？如果就形迹日常生活工作来看呢，真是没什么不同的，唯有全心不同。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所传的是爱敬之心，真诚的爱敬，平等的爱敬。佛菩萨的爱心是遍虚空法界的。下面的文讲，盖人有亲疏贵贱，有知遇言不俏，万品不齐，皆吾同胞，皆吾一体。边个明白这个道理啊？点解人间万品不齐啊？
咪就係雜染唔同囉。啊，雜性唔同，雜性由邊度嚟㗎？無量劫善惡心行變現出嚟嘅，佛法叫做業力啊，業力唔同啊，所以先至有言如不俏。但係要知道，呢啲人同我哋係一體嘅。皆唔同胞，呢件事如果唔系大圣人教导我哋，我哋冇办法体会得到嘅。孔子喺《二系辞传》里边讲：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又话俾我哋知，精气为物，由云为变啊！呢啲说话都系同我哋说明万物嘅来源、生命嘅来源，同埋族类嘅来源。呢啲系儒家讲嘅，道家呢亦讲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讲法言辞唔同，意思系一样嘅。佛家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你睇下。如释道三家讲的，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万物品类不齐的差别，怎样形成的，这些说话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学佛这么多年，将佛菩萨圣言的教诲，我将它归纳写了两句，心性幻化虚空法界，虚空法界由哪里来的？心性幻化的，《金刚经》里面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根身影现国土众生。我哋呢个身体国土，今日讲嘅宇宙之间嘅星球，同埋一切众生，同我哋根身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心性虚空法界一如。色身国土众生不二，因此外境万品是真正的自爱。自爱这两个字，今日有几多个人明白？人要自爱啊！要自爱就要爱一切众生，所以真正体会到万品不齐，皆吾同胞，皆吾一体，这一句说话重要啊！孰非当敬爱者？哪一个不是我们敬爱的对象啊？外敬众人，即是外敬圣贤。
能通众人之智，即是通圣贤之智。何者？圣贤之智，本欲施世施人，各得其所。我们通过这样讲法去体会圣贤的大道，能够爱敬众人。了凡先生说，就是爱敬圣贤，就是爱敬佛菩萨。我讲得亲切一点，就是自爱。能通圣贤之智，通是明了，通达明了。能通众人之智，就可以通圣贤之智。众人之智是什么呢？都希望得到圆满幸福的生活，无论是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确确实实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过得幸福美满呢？圣贤之智亦都是一样，大圣大贤他们是得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这些人各得其所。古圣先贤，我们看佛菩萨的教诲，再仔细观察世间所有宗教的经典，我涉猎过很多，他们崇奉的神圣、创教的教主，每一个都是希求帮助这个世间众生都过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止这一生得到利益，来生更加得到殊胜的利益。一般宗教讲来生生天堂，佛教劝人呢生极乐世界，这些是圣贤之智，合爱合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这句说话讲得好，圣贤之智呢要我们去推动，要我们去实行，我们一定要知道合爱合敬。合哪个啊？合诸佛菩萨的爱敬，合古圣先贤的爱敬，合各个宗教神明的爱敬。来做安一世之人，现前这个世间的人，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那就是为圣贤而安民哉。这么多年来，
我同世界好多好多宗教领袖接触，我同佢哋交谈，神爱世人，宗教经常都讲嘅，神喺边度啊？神点样爱世人啊？今日世间人咁苦，细心咁谂下。这个说话太过空洞了，太过抽象了。我们要反省，神怎样爱世人？我是宗教徒，我接受神的爱，神爱我，我要将神对我的爱在我的心里面再拓开去爱世人，我代表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才落实得到啊。我如果不发心代表神来爱世人，神爱世人永远都是空洞的，永远都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他们听我这样讲法呢都岌头的、我说佛的大慈大悲，佛的大慈大悲体现在哪里？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这个世间已经3000年了、你如果说他老人家当年在世间大慈大悲，我们还讲得通，他不在世了，那大慈大悲怎么体现？所以佛的学生，佛的弟子，我们接受了佛的慈悲，我们怎么接受？在经典里面接受的，日日读经，研究经教，依教奉行，我们得到佛的慈悲加护、加持保护，我们得到了应该由自己的内心将佛的慈悲心变成自己的慈悲心来对待一切众生、落实佛菩萨的大慈大悲，要我们去做。我们见到观世音菩萨绝对不是恳求观音菩萨慈悲我，咁啊冇可能嘅。泥塑木雕彩画嘅菩萨像，佢点保佑到你啊？所谓系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哋要发扬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嘅心行啊！见到观音菩萨，想到我就是观音菩萨、我学习观音菩萨，我效法观音菩萨，是这样的意思、这是佛法教学的正理、要识、我不作观音菩萨，做一个观音菩萨像，以为这样就是了，大错特错了。所以这里讲的这10种善，爱敬全心是根本，没有爱敬全心的话，其余9条都做不到。你去做那9条呢，都是假善，都不是真善。前面呢，了凡先生跟我们讲了8条，你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是曲的不是直的，
你是半不是满，你是小不是大。所以关键在于全心啊，全心一定是无私无我啊，真诚平等感敬爱一切众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的大道，我们就得到真传了。真传就是真诚的爱心。第三段，何谓成人之美？他首先举个例子讲，玉之在石，玉世间人都觉得它很宝贵的，中国人喜欢玉，外国人喜欢钻石啊，钻石和玉未开采之前底砸真瓦砾是一个顽石，和砖头瓦片没什么不同，一文不值的。锥琢则龟章啊，经过琢磨它就变成宝物了啊，龟章是玉器，人人都喜欢的，故凡见人行一善事，或其人智可取而知可尽，皆须有翼而成就之。我们见到一个人做一件善事，这件善事可取，见到这个人好有志向啊，禀赋好好啊，谦虚恭敬，懂得接受人家的教诲，这种人就是人才。我们要认识人才，要爱才，要识才，要成就人才，这件是善事之中最大的善事啊，积功累德之中最大的功德。我们要明白啊，这个人的志向可取，禀赋可取，我们都要帮他，有翼是帮他啊，啊，奖励他，扶持他，或为之长者，或为之维持，或为百其无而分其谤，无使之成立而后已。啊，善人在这个社会生存很难的。为什么？善人一定是跟不善的人对立，不是说善人喜欢跟不善的人对立，不是啊，善人懂得包容不善的人，不善的人就很难包容善人了。所以不善的人跟善人对立，咁一对立呢，难免就有误会，有毁谤，甚至陷害啊，令到呢个善人喺社会度无立足之地啊，咁啊好可悲噶。我哋知道啊，发现有呢啲咁嘅事，
为霸其无，我哋要想办法帮助佢，甚至系代替佢俾人毁谤嘅呢啲事实，减轻人哋对佢嘅毁谤。古人叫做分谤啊，分其谤啊。呢啲系知识人人先至做得到嘅啫，普通人系做唔到噶。务必要令到佢喺社会度可以安身立足，能够发扬光大佢嘅善业而后已。而后已，我哋先算系尽心尽力。跟住为我哋讲，大抵人各恶其非类，乡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难自立。呢种情形自古以嚟都系咁嘅。我听到有一啲同修话俾我知，而家学校嘅学生经常欺负新嚟嘅同学，欺负唔同族类嘅同学，都系犯咗呢个毛病。心量狭小啊！譬如话，发现呢个同学确实有德行、有智慧，亦好做得嘅，佢俾人排斥，我哋应该去帮佢喺同学里边。有一些明白的人，我们一般说是打抱不平的，这些同学呢仗义而行，来帮他分担这些毁谤分担人哋俾佢嘅压力，等佢安心咁喺学校入边读书求学，完成学业。呢度系一个例子。下面讲，且好杰铮铮，不甚修形迹，多而指责。亦确实是这样真正有大志的人往往不修边幅，对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比较随便，在这些场合里面容易被人指责。指责的人呢，所谓是鸡蛋入面挑骨头啊！你没有过失，人家做你妖，有一些形迹不端呢，就会被人捉住把柄，借题发挥来毁谤你、侮辱你、伤害你。这些事自古以来我哋都经常会见到嘅，经常会听到嘅，故善事常易败。你想做一件好事，好事多磨有好多人障碍你我哋喺新加坡
希望起一个弥陀村，照顾那些年老的人，等这些人日日有机会听经，有机会念佛。在三四年之中，四围找地方，最后都被人破坏了。真正是好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谤，好人经常被人毁谤。我一生呢，就是在毁谤之中成长的。几十年来都被人毁谤，虽然我对毁谤我的人我都很尊敬他，我绝对不会辩白，因为他没有妨害我日日讲经说法。一般同修听到这些毁谤呢，他不来听了，是他的事。我这个道场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所以各有因缘。这一段呢，我的体会是很深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